因为我觉得他有用，他就是有用，他就是想模仿老肖。Dance me, dance for me, oh oh。反骨幕后临时大公开，蕾拉手速惊人。我刚被西北网 ，OK 不？悠悠嗯嗯，要谁来稽查？蕾拉来了。Hi.你有稽查过工作室的？我稽查过啊，是鬼打墙啊。没有，因为我听说工作室的每一个剪接师跟经纪人，他们都有私藏那种零食，私藏小零食。对 ，Crocodile。我们今天就是要去看一下他们到底藏了什么好吃的零食。这么正面的，这么老少咸宜，这么合家观赏的主题，是我们来做吗？对，没错，别怀疑，就是我们。我们已经改名了，叫战鼓男孩。反省男孩。没错，好不像我们会做的主题，形象很重要。好，那我们出发，稽查零食 ，Let's go！ 各位地精们，逻辑地们，来偷取你们零食啊！别再鬼混了，先看看那个赛好了，看看赛。普通普通啊，就 Oreo 一样。很有美国 style， 还是挂点 Oreo 这种。我转了一点，快不好看。开玩笑，你确定你只有吃这个？这个啦，你看一下那个包装。你喜欢这个？卡卡什么了吗？你喜欢卡卡？卡卡。他叫什么？卡纳赫拉。卡纳赫拉，好可爱。这样粗犷的厚唇外表下喜欢卡拉，而且听说他所有 LINE 的贴图都是卡拉赫拉。我听艺人说过，这件事真的。别看表情。没有，我看他是什么饼干，我来试吃。这好像以前的小时候吃阿罗哈。对对对对，小鱼，然后里面是空的。学校旁边有很多干妈店、嗯，这个就是你吃看一模一样。对，对干妈的味道哎。干妈表，这不错吃哎，好怀念哦。因为它是 cheese 的。雷达，你评分吗？最高分5分的话，办公室的话是指蛮方便，它就这样，跟姐妹哎哎哎。给个10分，因为方便。我给4.2分，因为情怀、怀旧、和友善。那梦莹啊，梦莹，你是不是怎么弄到这个？这也是很常见的。你怎么喜欢吃鸡面？因为大家都说我是阿基斯嘛，就鸡丝吃鸡丝。为什么鸡会想念男人？这是笑话吗？突然的吗？我不知道哎，不知道。因为鸡丝面。不要给爆，切了他个得塞。我们先。OK， 他觉得鸡丝面也是以前的情怀之一。这样看，进化版鸡丝面。给大家变魔术给你看，这饼干对不对？嗯。饼干。变糖果。Change talk this side。梦莹有什么要补充的吗？这个比较厉害。哎、啊，好好吃的。方正都会把零食放到远一点，然后玩一个团结球。你们办公室游戏有点幼稚。你接到吗？对，要接到哦。方正啊。从头舔出来，很厉害。这以前的学校也常玩，男生们的臭男生几个一定喜欢这样丢来丢去。梦莹喜欢吃巧克力，有发现？你吃巧克力都是我爱吃的。这次面给他一个分数好了。那我有点普通，那就3.8分。我2分而已。我看到每个人不一样啊。那个啦，新颖啊，他有喝酒哎。你看他上班喝酒哎。这么多为什么喝这个？因为我很喜欢喝水果酒。你不忘马屁哦，跟小猪哥哥再一杯。小猪哥哥再一杯。满意了吗？我们工作室终于有一些阴气，办公室太阳了。小广很可怜。哦，对对对，小广，小广也算是阴阳混合体啊。我有在玩阴阳师。讲人家阴阳混合体，小心现在被骂。太急了，到时候我们又被骂。这很可爱。这个是办公室很多人都会吃的。但我必须说，这个很像老人的食物，所以他买这个很贵。会吗？可是这个就不粘手，手也不会脏，打字也不会有屑屑啊，对。对，配酒很经典。哦，你是为了配酒下酒菜的概念。我觉得这个酒给他5分，那我给6分。哎，其中1分他的腿，5分酒，1分腿。当然，因为我们都希望说女生要多穿点短裤，因为夏天穿长裤太热。嗯，我本来成绩是很好的，但我自从看了前面女同学白皙的大腿，导致我成绩一落千丈。长虹，我们工作室也是双神剪哦，现在长虹跟庄正，对，他直接给你对，听到不到接，没有啦，没有啦，这是什么辣椒吗？这是韩国非常有名的。零嘴，这个很辣，但是好吃的。如果爱吃辣，可以吃这种。少安来，这很辣哦，有画面哦，少安。很辣啊，快去吃啊！来，很辣吗？还好。我都快点弄弄啊。还好吧？你有吃过吗？我问你啊。还好哎，不会太辣，真的，真的不会太辣。而已啊，这不辣、啊，没效果，剪掉。这个还好，不辣，其实蛮下酒的，而且很好吃。这很下酒，超下酒。而且这个其实蛮想一口接一口的。
哦，你干嘛？因为那时候是我去韩国玩的时候，就听说韩国这个很有名，就是真的就是一直吃一直吃。那你去韩国玩的时候有摔别人的玻璃吗？没有。我喜欢这个，那我给4.6。我也觉得还不错，4.5，高度认可，真的赞。看小广啊，小广超会吃。我问他，这你品尝美食很厉害，你看他的零食都各种不一样的，而且我跟你讲都是日本的，这超有名的。他有分两派的人，就是一派的人是喜欢吃香菇，一派的人是喜欢吃竹笋，其实是巧克力，真的是香菇哎。啊，你要两种都吃吃看，然后说你比较喜欢哪一个？你笑我？你在笑什么？他又想到什么东东了？可以先舔舔香菇的头，这样香菇迎面而来啊！它巧克力是浓的，然后吃完这个还要吃，看你们是哪一派的。你好专业哦！这个在日本是一个很久的话题了。你到底是香菇派的还是竹笋派？你们比较喜欢哪一个？我比较喜欢香菇，我选竹笋。你看，因为竹笋饼干比较多，我想吃饼干。可是因为我喜欢吃巧克力，就是你们以为只有这些，对不对？没错。所以其实小广个人特辑哦，其实这边还有。好扯哦，小广在干嘛？就是要跟大家分享啊。哎，我觉得小广这可以得到满分。真的假的？你太用心了。哦，这个也很好吃哦。4.9分呢？那要不要就一个腿？那扣分。那扣分。4.9，因为要有留一点分数可以更进步。谢谢谢谢。三八。那个6分的怎么没留分数更进步？留4分的进步空间。他会再进步的啊。分全部有内定是不是？对。来呀、啊，看看培根啊，庄正跟培根，你都吃些什么东东？我最喜欢吃的是这个老肖拌面。老肖出拌面啊？其实蛮好吃的。我跟你讲，自从我剃了这个头之后呢，我走在路上其实很多人都会把我认得肖定南。我觉得你可能是有点想太多了。我觉得这碗面真的很适合我。今晚我想要来加点一份干拌面。我的嗓子比较小，今晚我想来点金伯家的老肖拌面加剥皮辣椒。没有，我的嗓子像多了。我才是最像的。你仔细听好。Dance me, dance for me, whoa, oh, baby。懂了吗？我模仿老肖像到他都会分享我的限动。你要比多久？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吃面。甚至不是零食。我这个有个特点，我都会把点心当正餐吃，把正餐当零食吃。倒装吃法，第一个月吃再领50000，太寂寞让你哀哀叫。还好我有暗蓝酱，闪光灯让我哀哀叫。维格夜光 berry 好。太寂寞让你哀哀叫，维格夜拍 berry 好。好了。老肖觉得哪个像的，请分享他的限动。对，不好意思，请问一下，他都没吃到什么干面是不是？你要放。夏威现在我最想，果是烟，天香。门也没了。我管我。这虾还不错。我觉得这个面，一人一碗，感情不会散。有点冷掉了，但还不错吃哎，我真的喜欢哎。干拌面是一个很难失败的食物哎。但我这个人对于吃零食其实没什么特别要求，只要是可以陪我减肥就好。我觉得老肖干拌面4.8、4.9，因为我喜欢老肖，然后我也是很喜欢吃干面的。4.5分，但如果它热的话，应该会给5分。Kelly，我自在。再一位，庄正来。来，甜甜你要来我们后面。他是唯一可以跟小广 PK 的人呢。对啊，我是选功能型的。什么是功能型？因为它咖啡会让我比较不那么想睡觉。咦，人家零食根本没有咖啡因啊。有啊，它是咖啡口味的。因为有时候你要处理那种突发状况，你可能要剪到半夜。哪一天会剪？什么黑人台湾道歉影片？那个要24小时接力赛，就要需要这种东西。大家轮流剪，轮流赶，轮流赶。所以要有这种顾身体的功能型的。益生菌，它真的有这个功能吗？绝对有。有它就有哦。对，跟大家说，世界是我们想象出来的，是我们的意识创造出来的，所以我觉得它有用。别的，它就是有用。他也想模仿老肖，他刚刚说，所以我觉得。是老肖哥哥。我不要，我觉得这咖啡啊很棒，知道吗？但是这个是真的好吃的，益生菌软糖哦，你应该会买给女儿吃这种。这个小朋友应该很喜欢的，你看咖啡棒棒，你看我很爱吃的。经典，不知不觉会把一整罐吃掉。对，热量好高哦。那种品客啊、波卡啊，你手会停不下来。想说吃到手伸不到就停了，没有，你到最后用倒的。对，因为他不是用拿越拿越深嘛。他倒完以后发现不对劲没了，整个袋子吃掉。
连罐子都一起吃下。它是功能型的食物啊，装正的话我给它4.2分。我跟你说，因为我不喜欢吃甜，所以除了品客给4分之外，其他都不给分。雷拉真的很严格，我真的不喜欢，想中的还严格。不是，我真的不喜欢吃甜呢。没有老虾，啊对的，被老虾都觉得热狗才对。我觉得雷拉真的很严格。你满意了没？满意没？怎么硬了没？满意了。好呀。我说我不喜欢吃甜，然后我要拿这个来吃。我小时候都会去买一颗一块，你知道吗？杂货店了。我超爱吃的，便宜又好吃，小时候的回忆啊。超好吃。然后这个是我妈拜拜都会拿来拜，然后她都会给我吃，很好吃。讲完了。它就只有这个足球，然后还有妈妈拜拜的零食，拜过的保平安。我给你，你甚至没吃。这个就是小时候常吃的，我不会给太高，因为现在觉得太干了，给3.8分。3.5。还有谁啊？伊犁，我都吃什么东东？我有果冻，可爱的小果冻。对，女生都喜欢这个。为什么？因为它热量很低，啊，我也喜欢吃品客，可是我只吃绿色的洋葱口味，这个口味最好吃。不能接受洋葱？为什么？它不是那种洋葱的味道。我知道，我吃过，我就觉得这个。有洋葱很虎味那样，可是你要细细看我的哦，不要吧，你有老公啊，举弱哇，我喜欢这个能量饮，这很方便啦，而且带出去什么都方便。然后我的分数是不是很低？因为我平常很少吃零食。那你的干拌面是哪一个艺人做的呢？要问少安。你是老肖的吗？对啊，那快你模仿老肖啊。我觉得。我觉得面很好吃，烧怎样 ？Stand for me, stand for me, yeah！ 麦要低麦啊，拉麦，拉麦。这样我觉得，那他另外一边也要，另外一边要，我没办法解释哦。双麦，双麦，双麦 ，Stand for me, stand for me, yeah, yeah！ 我想看雷拉，两个麦，两个，拿进来，拿出去，拿进来，拿出去。你再一次，这样 ，Stand for me, stand for me, whoa！ 我不行了，还有老公了。对呀，不要为难人家。但雷拉没做啊。肢体表演课很重要啊。两只麦。哎呀！给分了，饼干给3分，果冻1.6分。为什么？我想乱乱给嘛，我头脑好乱哦。它是新窗口，东东，你都吃些什么？我很 old school， 我都喜欢吃一些洋芋片。那我这是我会吃的东西。这个这么大包，你会分同事吃吗？当然不会，是自己吃的。好吃哦，果然是东东哎，比较霸气哎。了解，自己吃才爽啊。这个人黑松露口味，黑松露哎，那可以吃看看吗？没有啊，这是自己吃的。不分哦，没有。不是僵尸是不是？你刚刚很害怕什么？怎么搞像购物台一样啊？是最后一组吗？是这个玉米片最后一组，现在买千送百。是在干嘛啊？我左边是为了延续我寿命，右边是为了平常我饱足感，因为我都戏称就是玩熊试炼。看它倒出来彩色就很可爱啊！我是不是几乎没吃过麦片？屁呀、啊，牛奶！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们整个家族都很敷衍的关系，我爷爷奶奶小时候都只喂我吃这个。你这样只会互对，是不是？对，差不多。嗯，对对。然后呢？对，天母星巴克怎样呢？刚那瓶牛奶嘞？冰箱在哪？冰箱会跑啊！哦，冰箱会跑。OK。牛奶不能不见了。人对未知的事物感到害怕与心虚。他连玉米都不敢吃。对，我不敢吃玉米，我吃很。OK 的吧？你觉得很噁吗？因为我觉得喝牛奶就喝牛奶啊。你不喜欢复杂的植物生活？我可能不太喜欢这个混在一起。可是我觉得是因为这口味的关系，因为这个口味就比较单纯。吃这个非常有饱足感，还有自己个人身边很多女生月经会突然来，所以我都会准备巧克力。真花心假天使，双鱼座。然后还有这个芒果干跟香蕉干都是我非常爱吃。我喜欢芒果，但我不喜欢芒果干。我喜欢芒果任何食物。芒果吗？芒果。耶！我阿妈种的，赶快推一下。真的啊？甜甜的。你阿妈种的？我可能要去台南买这个。你们一定要吃，我超爱喝柏林。讲真的假的啊？我没有在业配哦。然后再来这个燕窝一盒1000多块。雪蛤，我没有吃过这个，没喝过燕窝。我跟你示范方向，那好不一样哦。这个里面是可以吃的吗？可以，你直接喝下去。不会难喝哎，燕窝就甜甜的。那我逼他再喝一下灵芝菌。灵芝菌谁啊？是风信股长吗？菌还不好相处。对，听起来很凶。是不是还可以？这个是不是太补了？这是对身体是好的。燕窝好像比较好喝，不要刷嘴。就这一次要喝多少？一次要把它喝完了。灵芝菌。喝不出来。
但我要试试啊。拎出去，拎出去，拎出去，耶！而且你看，还有这个大蒜精，它有大蒜的味道。所以你如果去巷口买香肠，它旁边没有给你大蒜，你就直接咬一口大蒜精配。来，这个组合给个分数，我给五分，4.9分。好啊，今天吓到了，今天大家各有所好。我觉得小广也蛮厉害的，那你的话就是哇，标准的养老中啊。我爸怕我早死，我已经帮你买好位置给你。你这个就是50岁以上都站你这边。对，我现在是做 TA 比较往顾年龄层高的。健康族群。了解，还有什么样惊奇的零嘴啊？下面留言让我们知道。今天就是 CIT 茶零嘴片，希望你会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我们就零食途径。办公室零食可以推荐一下，哪一些是你们最爱的？告诉我们哦。哎，天，你在干嘛？听东西啊。我们都没有录到你的派，你有什么要分享的吗？因为我没有位置，所以光整。干嘛干？你干嘛？帮忙啊！